不是刚刚那车长。是110年1月28号，树林站，树林站，10:50出发，就是8780次，8780次，树林发车经由西部干线，看往台北的银绿色新闻线号1N9000，十辆一边组1N902全车，站树林站驶离，拜拜，看往台北，十辆一边组。再见喽。可能未来还有很多机会可以拍这台车，8780次，在树林市里哦。每个字词就那样的点。8780次在树林站终于死了，两个字词再见。